大家好，我是 Haylin， 今天我要演的是广告客户。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， 今天我要演的是解说者。大家好，我是 Christine， 我今天要演的是客户。我们的产品是筷子，这个产品我们叫做快打快到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中国人只知道用筷子来吃饭，来夹菜，可现在不同了，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筷子去扎头发，还可以去保护自己，像是我们今天会给你介绍的。我头发好烂哦哟，今天有约会也没有什么可以绑头发哦，头真的没有啊，不用担心，因为快打快到会可以把你头发快速的夹起来。哇，太好看了，不但这个快打快到还可以保护自己，对，比如说有敌人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抽出来。Christine 很伤心，因为她拿不到篮子另一边的垃圾。不用担心，这个还可以用来捡不能捡到的垃圾。Christine 打鼓打得不好，所以她没有进他们学校的乐队，可是她却是没有放弃。有快打快到可以用这个。如果你现在要想买一副快打快到的话，请现在马上拨打18003434522。如果在60秒之内拨打的话，会再送你一双。卖光了。